Single，yeah. 你是不是可以用南京话来 rap 一下？当然。因为我觉得啊，这个要把我们这个，因为地方语言还是我们特殊的一个文化，就是要把我们个人的这个文化结合到现在的流行元素里头。是，而且大家应该很清楚，就是南京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方言的说唱，是叫《说馄饨》。说馄饨。对。所以今天要为大家表演一下。那就准备用南京话来 rap 一下，好不好？好来。Single OK drop the beat 我没问他们 OK 你们应该听过这首歌哦太阳辣油啊太阳辣油啊如果你要辣油你就讲一声哎我再讲一遍如果你要辣油你就讲一声哎你们到底要不要啊要给 EXOM 的每天晚上六点半我就来到马来街推着我的老王馄饨摊钱赚，哎，把钱赚，我要什么钱？哎，该怎么办？你不会要去买了？